手机先拿一下。啊，终于有人拿一下，我这拿来帮你。对，该撤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之后的话没有。大网红，大歌手冯老师吗？这我不问，你是？工作跑过来的，两个半小时。真的吗？两个半小时，辛苦了，真的真的，人太多了。你要几点下？我现在还有16%的电。要不要先交？